好了解决偏乡地区到市区坐柴油车排气检测不便的问题。台东县环保局今年持续提供偏乡柴油车排盐检验的服务，提升民众进行柴油车排气检测与保养的意愿。欢迎车主以及民众多加利用，一起来为台东的空气品质尽一份心力。为了解决偏乡地区到市区坐柴油车排气检测不便的问题，台东县环保局今年持续提供偏乡柴油车排烟检测服务，提升民众检测与保养的意愿。环保局表示，今年检测服务地点包含鹿野乡、池上乡、关山镇、东河乡、成功镇、太麻里乡与大武乡等七个乡镇，共计15场次。现场检测合格后，可立即取得全国环保机关皆认可的自主管理标章，即可通过各县市空气品质维护区，免受各环保局拦车检验。为了体恤车主的时间或路程不便性，每年都会提供偏乡柴油车排烟检测，使民众可以就近前往当地乡镇指定地点来完成，保障民众健康与车主权益。车主平时就应该要定期维护保养车辆，确实掌握车辆排气是符合标准的，也可以延长车辆寿命，减少油耗等好处，更可以维护台东良好的空气品质。记者杨子轩，台东市报道。